就在那嘎达呀。怎么感觉你胖了呢？啊？怎么感觉你胖了呢？你好好的，我瘦了2斤，最近不是感觉脸肿了。今天给你补补，也胖2斤。好的。今天我们仨晚上要去干火锅去，前两天就吃那个成都火锅，感觉老好吃了。今天带你尝一尝啊！哎、真的老好吃了。哎，你们看看那边，那打伞店还咋的？那边看。北边下雨呢。是吗？啊、哦，打伞店呢。那我们到那个地儿是不是也下雨啊？下雨，下这风凉，有雨。哎，这男的好像有没有感觉？有个鸳鸯锅，然后一个麻辣牛肉。你不喝酒吗？我刚才喝了一口这个酸梅汤。然后我闺蜜就给我来了一句：“有我做的好喝吗？”我告诉你一下，那没有你做的好喝啊！必须的。这个是我姐点的一个套餐。还大不大？惊呆了。就是那种小孩的，但是这种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你吃的花样多。对，然后你要想再加盘，可以跟他再加。我感觉咱们可以跟那老板谈一谈那个广告费了。今天我们仨要喝一杯，喝一瓶，硬喝一瓶。为啥？因为老公惹我们生气了，俺们仨出来吐槽来了。今天我们三个在家全干仗了，所以约了一下出来。借酒消愁，我没有，你就当干了。那行，我也干了。那老爷们要不要没啥用了，跟你说，俺们仨一块过得了。开了，你拉倒，他仨就一块过去了。咱仨不醉不归，今天造的都扶墙回家。够了，先来三瓶。好的，好嘞。你就说咱哥是不是惹你生气了？嗯呐。咱俩过。够了，他不太惹我生气。你别的，等会儿有个大甩盖呢，让我有点不适合这个气氛呢。哎，这个里面好吃，我感觉多好呀！你看咱们仨，要谁心情不好，咱们仨一叫就出来了。我感觉人这一辈子，不管到啥时候，都得有个好朋友能诉说心事儿。俺们想哭一会儿。你都一笑，满脸全皱纹，这眼角纹都抽的。我们是从没有皱纹的时候就在一起吧，现在已经满脸皱纹了。我给你兑的料。好不好吃啊？蛮吃的。以后再尝尝这里面的更好吃。这缸子是不是有点复古啊？嗯、来，咱干一个来。干酒之前先干个冰粉来。干杯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大福。大福，来，你俩一人拿一个。里头是那个什么冰淇淋啊？不是奶油。这个你一定要尝尝，老好吃了，真的。来吧，喝一个吧，干杯！多干杯！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有点二啊。你不是要干杯吗？没说全干了吗？感情太浅了，都浅了一点。今天外头暴风雨。洗澡回去换上外面，人家叫你接着吗？没事，我去给你们买。啊，店里有人上店，你给你买个公用。那我得带洗发精。没事，我给你买成袋的。不得摇护发素吗？摇成袋的。昨天生气了，他妈寻思我去消费去。对，生气了就去消费。让我爸爸去，我也舍不得。不消费了吗？你买大衣服啊！今天咱俩一起干，统一下脸的，回家继续干啊！多喝点，吃饱了继续干。对。还有你俩。